千年千年盘之日，被搅得仙人尽散。只要能让小凤也回归，我怎么做都可以。这水凝兽来得古怪，吃了它！若是我帮你们找到了火风仙人，你就得帮我跟这个大坏蛋解开毒气。 阿英根本就不想做你的灵兽，不愧是狐狸，尾巴这么快就露出来了。我们现在都是自己人，谁跟他是自己人啊？你们一起在妖界闯荡，在人间历练，这都不算朋友的话，要什么才算朋友？此路凶险重重，就看你的缘法和造化了。我不想做什么了不起的人，我就想要逍遥的，跟大家永远待在一起。 那我就希望我们能赶紧结清封印仙人，杀了古晋，夺取火皇玉，魔气直通人间，过不了多久，世间大乱，祸乱三界，罪该万死！打开结界，定能让这三界天翻地覆。阻止他，伏羲阵法，开！ 前世已不可追，如今我堂堂的凤凰，半分关系也不想沾上。